我们常说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。那如果想根除这个邪淫的业障，是不是可以通过孝顺父母让业障消得更快？孝顺父母是吧？嗯，对，因为是万恶淫为首，就是淫嘛，它第一，对啊，百善孝为先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两个都是第一。嗯，淫荡嘛，就是这个人就是完蛋了呀，这个人没出息呀。你去看这淫荡过去，佛法界讲，把它就是说人做畜生事呀。嗯，你看像畜生不啦？嗯。嗯，对，是。明白了没啦？好了，恶心不啦、嗯？你要感情的话，你要精神上感情呀。对不对呀、啊？你要靠这种，嗯、那种不叫感情啊，那叫欲望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。那就是我们可不可以通过孝顺父母的方式，就消除这个邪淫的业障？可以的呀，孝顺父母啊、嗯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啊，你把男男女女都当成你的兄弟姐妹，你还会邪淫不啦？哦，对对对，不会了。对了，就这样。嗯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。